人體咧係唔應該晾喺條彈弓度，同埋千祈唔好俾啲機械去碌。阿媽生我哋啊，兩姊妹啊，都唔同身體個結構，啲嘅機器咪先係嗰個窿啦，係咁大就會咁大噶。我咧就推動環保睡眠，兩個產品其實除咗有環保睡枕、環保床，第一個美國嘅生態環保滅蟲室劑，通常有木室咧都係普通人家嚟多，咁但係佢哋如果揾親滅蟲公司咧就好貴，滅蟲室係最好嘅自己滅。要反對人哋咧，就用嗰啲煙霧彈，除咗害死佢自己以外咧，嗰啲塵放曬喺個地面，咁佢跟住自己踩咗佢黐咗行出街，咁喺個城市就散播，一路喺個地球度散播。而掹啲個煤彈力咧，係會令到你瞓覺嘅時候就好舒服，但係你瞓落咗嘅時候咧，慢慢咧佢就會有一種煤彈力咧，將你個頸椎咧推向高，咁所以瞓覺避寒就大啊。另外瞓醒覺咧，我哋瞓好多個鐘頭都咧，我哋咧成日要擰頸縮膊，點解啊？因為你唔享受到深層睡眠。呢個就係天然物料嘅特質啦。係天然物料先有呢啲特質。咁佢放喺度啦，當我哋瞓覺咧嘅人咧，佢會跟住我哋嘅頸嘅頭型咧，摸到出嚟。咁所以佢乜嘢人都瞓得噶。你呢個枕可以瞓到200磅，你枕頭係錯嘅，其實係枕頸嘅。枕頭是通通都錯的，你不用睡很長時間的，最緊要你睡的睡眠質素很重要，所以人睡醒覺呢最常見就是一醒覺，哎呀好累好累，我自己睡了，而是說不需要，我31年、我 未需要從來這樣，我不需要誰有興趣試一下，好舒服啊，你 relax 曬個人，跟住呢你慢慢靈質，整個人你知道個好處在哪裡，呢、這個位置，你呢個位好舒服。仲有嗱，你呢個位咧，佢會托住你呢個位嘅。呢、這個就係話佢會同你成個人摸，因為瞓得咁短時間，因為瞓得3-4分鐘咧，完全唔同嘅。嗱，俾你睇個線條，你揾一跟住你大髀啦，呢位咧，佢而家著住鞋，如果唔係咧，佢呢個腳瓜嗱，呢、這個腳瓜位咧，冧曬又係你自己黐嘅。所以呢張牀嘅特色就係咁。呢個牀係同你天然按摩，而唔使用能源，乜都唔使嘅。佢成晚同你8個鐘頭，咩啦？要瞓呢度，係啦 ，OK， 晾住頸，你咁晾頸一定晾頸，係最舒服。同埋佢咧會同你咧massage你呢個shoulder，因為通常人都呢啲位實嘅，通常因為嗱，好似佢哋孭機嗰啲咧，成日呢兩邊硬嘅，佢瞓咗呢個咧，佢慢慢軟，因為佢。慢慢瞓覺會放鬆咗佢嗰啲 tension， 嗰啲筋啊、嗰啲神經啊咁樣，五壓神經線。你依家瞓耐咗有5分鐘，你感覺到同小學瞓耐唔同噶啦。本身咧 rough 噶 ，rough 噶，高高低低嘅。咁佢嗱，你瞓翻咧，佢又會同你個背脊貼翻啦，係咪啊？調轉瞓咧，佢呢度又會藏翻落去喎，你感覺到係。嗱，你要起身要點起？你轉過嚟我哋。嗱，逢起身瞓覺都係要咁樣。呢、這個手踭頂住。呢隻手撳住，起身，瞓落去又係咁樣啦。咁咧，你就會健康100歲。仲有女士將來有可能做媽咪嘅。如果你哋成日瞓覺，好似你淨係咁瞓咧，你呢個老花病咧，好易彎嘅，及早退化就會。男女一樣嘅，呢個係人生座右銘，睇你選擇邊樣，睇你要今日要健康啊啦。